다음은 한국무용 선의 흐름 부채춤 신흥복 외 10명 공연이 있겠습니다. 你们听懂了吗? 没有。怎么跟我一样? 我也没有听懂，反正是让你们给刚才那些演员鼓鼓掌。谢谢哈，可能语言是有障碍，我们虽然听不懂语言，但是我们通过眼神的交流，我们通过情感的流露，刚才通过他们最纯正的演绎，我们能够感到那么一点点热情。那么今天下午就绝对不虚此行，绝对不是浪费时间，大家说对不对？ 下面还有更精彩的节目，一把把的扇子，如果你热，它会让你带来一丝清凉而温暖，大家掌声欢迎吧。<音乐>
흐름